我们今天就来玩少年想要传开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最近非常好练的手机游戏。来这边欢迎加我的好友。诶，这怎么一直跑出来啊？哦，中秋佳节。那这边可以一键进去，一键再删除。组队啊，这边看一下就好，一键再删除。好，那游戏玩法很简单哦。来，我们这边继续打。过关先练塔嘛，继续挑战嘛。哦，反正主线按着不要离开就好啦。好，我们要跟大家活动哦，来境界提升。哦，这边是我们的属性哦，对。你们知道画质可以调吗？如果你画质显示的不够完美哦。我会调一下。欸，他已经帮我们调好了。我记得他可以直扫，欸，奇怪，我直扫在哪边？我知道怎么不见了。继续挑战。哦，一键银币找回。我这一周其实很爽的啊。欸，奇怪，我怎么一直卡在这边啊？哟，哦，你得到一个新装备了，好爽啊！应该是要继续打吧。我们先教一下界面啊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那，啊，这边是哪手冲？我讲过了吗？然后日常，我们可能之后会把日常一起讲一讲，啊，来这边很好玩，对吧？来背包打开，整理背包，基本上他会把最强的帮你穿上去，很好玩啊！我们可以先离开一下吗？像这边就送你一只幻彩蝶，然后进一场系统开了。我们再看一下竞技系统，好，竞技系统，看一下你的战力跟别人的战力。好，这边。升星之后呢，变龙猫了，那就可以再修炼一下宠物的修炼嘛，技能的升级，这个呢，天书的奖励，装备的强化。先上上去，好了，先就玩到这边。